是我的油头频道奥特能 S，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点击订阅我的频道。今天咱们看问题196，三角形 ABC 中，角 ABC 所对的边分别是小 a、小 b、小 c。点 O 在三角形 ABC 所在的平面上，且满足 O， 小 a 乘向量的 OA 加上小 b 乘向量的 OB。加上小 c 乘向量的 OC 等于零向量，则点 O 是三角形 ABC 什么形？也就是判断点 O 是三角形的什么形？那你现在的三角形的心、内心、外心、中心、内心、垂心四个形，一般情况下就是四个形。下面咱们把问题简单看一下。好，下面咱们看一下问题。第一，首先是三角形法则，三角形 ABC 中运用三角形法则，三角形法则。所以，那你的向量 OB， 向量 OB 等于向量的 OA 加上向量的 AP。第二，那你向量的 OC 同样等于向量的 OB 加上向量的 AC， 这首先这个关系是。那现在带进去以后，所以呢，我就应该得到的是 A 乘向量的 OB 加上 B 乘向量的 OB 加上 B 乘向量的 AB 加上 C 乘向量的 OB 加上 C 乘向量的 OB。AC 等于零向量。那现在呢，把这个关系是重新组合，所以那就是 A 加 B 加 C， 所以乘向量的 OB 加上 B 乘向量的 AB 加上 C 乘向量的 AC 等于零向量。这是第一。第二，零相反向量，因为向量的 OA 等于负的向量的 AO， 等于负的向量的 AO， 所以那现在呢，转化了以后，也就是 A 加 B 加 C 乘向量的 AO， 它就等于 B 倍的向量 AB 加上 C 倍的向量 AC。 所以那现在呢，把 A 加 B 加 C 除过来，所以是向量的 AO， 它就等于 A 加 B 加 C 分之 B 倍的向量 AB 加上 A 加 B 加 C 分之 C 倍的向量 AC。 做到这块，那现在做到这块以后，现在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现在第三，咱们利用油脂相单位向量，向量 AB 比上向量 AB 的模，油脂上的单位向量，它表示的是向量 AB 方向上的单位向量，表示向量 AB 方向上的单位向量。所以那你现在把这个转化一下，所以那就是向量的 AO， 它就等于 A 加 B 加 C 分之 B 乘上一个 AB 的模，是不是应该是向量 AB 的模分之向量的 AB， 再加上 C 乘向量 AC 的模，A 加 B 加 C 向量 AC 比上向量 AC 的模了。在这块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向量 AB 的模就等于小 C 边，
向量 AC 的波动就等于一个小 PPI 了，就一个小 PPI。所以你现在转化率，也就是向量的 A 波，就等于 B 加 B 加 C 分之 BC， 向量的 AB 比上向量 AP 的波动，加上 A 加 B 加 C 分之 BC 乘向量 AC 比上向量 AC 的波动。所以整理了以后就相当于 B 加 B 加 C 分之 BC 向量 AB 比上向量 AB 的波，加向量 AC 比上向量 AC 的波。所以你看向量 AB 比向量 AB 的波表示 A 向量 AB 方向是单位向量，向量 AC 比上向量 AC 的波表示向量 AC 方向是单位向量。所以那你现在第四利用平行四边形法则，那也就是说向量 AB 比上向量 AB 的波等于向量 AB 平，向量 AC 比上向量 AC 的波等于向量 AC 平，而且呢向量 AB 平的波等于向量 AC 平的波都等于性。所以你现在在这块看一下，这是一，这是一，平行四边形法则，这是 D。 错说明四边形 A B 平 D C 平，四边形 A B 平 D C 平是一个菱形，那有菱形的对角线平分它们每一组对角的菱形的对角线平分它的每一组对角的，所以那你就得到了，所以就得到了向量的 A 波，它就等于 A 加 B 加 C 分之 DC 向量的 AD。向量的 AD， 所以同理呢，同理向量的 B 波等于 A 加 B 加 C 分之 AC， 是 A 加 B 加 C 分之 AC， 是刚好是向量的 BM。那么向量的 C 波等于 A 加 B 加 C 分之 AB， 刚好是向量的 CN。 所以点 O， 所以呢点 O 是三角形 ABC 的内心，三角形 ABC 的内心。所以内心这块这个结果，所以应该是前面是内心三角形ABC 的内心。但在这块特别注意三角形法则的运用，把向量 OB 向量 OC 改成共同期间的向量 OB 加向量 AB 向量 OA 加向量 AC 关系。所以这是在这块，这是第一。第二，有指向的单位向量，有指向的单位向量，这就是在咱们学的单位向量的基础上有转换的。咱们平常说的单位向量只指的大小是一，不管方向，方向是任性，但在这块咱们这个单位向量是有方向，它是表示向量 AB 方向上的单位向量。所以在这块注意，在这个利用平行四边形法则，利用菱形的性质。所以在这块我希望大家注意，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